下面让我们有请深圳市文体旅游局体育产业发展处处长王志强先生为获得亚军的运动员颁发奖牌。感谢王志强先生，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河北福罗德地板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业务总监丁立栋先生为获得亚军的运动员颁发支票与鲜花。女士们先生们，获得女子单打冠军的是来自中国的王曼玉。让我们有请国家体育总局乒羽中心副主任、中国乒乓球协会副主席柳毅女士为获得冠军的运动员颁发奖牌。感谢柳毅女士，下面让我们有请佳兆业文体集团总裁舒立先生为获得冠军的运动员颁发支票和鲜花。感谢舒立先生，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再次有请柳毅女士为获得冠军的运动员颁发奖杯。请柳毅女士留步，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所有的颁奖嘉宾与获奖运动员合影留念。朋友们，让我们再次响起掌声，送给丁宁以及我们的冠军王曼玉。